自家四口啊，做这个撞馍，生意太好了啊。咱这个撞馍干多少年了，大哥？干了快三十年了。三十年哈？你今年多少岁数了？49了。49哈？现在还是八块五一斤。啊，对。上人了啊，撞馍，羊肉撞馍，四个锅同时做都供不上了啊。那个小伙也在那边做啊，四个锅弄满了啊。来上点油哈，看四个小地锅是不是特别壮观？色泽漂亮。后边都是排队的人啊，生意太好了。啊，这位好了啊。好了。听这个声音都特别酥脆，外皮酥脆啊。现在开始忙了啊！羊肉撞馍，现在卖多少钱一斤了，姐？8.5一斤。八块五一斤啊！哎，还老价钱。是。慢慢的歇了。咱这老门市了，价格不能随便涨，随便唠。定好的价格，当年肉价不动市，行情不动，咱这就不动。一到年纪都忙了啊！对，就是年纪这些日子忙，今年忙得早。今年忙得早哈。今年从元旦就开始忙，一直忙到现在。一出锅放香。好一个啊！四个锅同时做了啊！看后边排队的人啊，特别特别多。上台。这个大姐跟她儿子啊，同时开始做撞馍了啊，忙不过来了。12岁的小朋友啊，都知道帮着家人干活了。干这活，在这生活好。感觉差不多。你这个撞馍学会了几年了？从我11岁就开始那个，我往教我。啊，从11岁都开始学着那个做撞馍了。那厉害啊。感觉干活确实有点累。反正是我是知道那个我妈是啥感觉了，还得上学，就是想给家里分担点负担。这已经上人了，这边还在做这个撞馍。你很多同学是不是就跟他溜达着玩？也差不多，但是我在家里的话，可能就见不着我那同学。你也想出去溜达玩去吧？我会骑电车玩去。啊，没事，那个下午没事了也出去溜玩去啊。有时候。看看这个鞋料啊，小伙子放的特别足。看看哥啊，色泽金黄。家人家啊，一直在忙活。晋升粉一员。看看，就一个羊肉撞馍，围的人满满的。切了一块一块的。